佩斯再次在左边路拿球，大堆的队友等着他传，漂亮，有了，球进了，哇，精彩的李胜龙，真是精彩的头球攻门啊！洛佩斯来了一个助攻。啊，国安队啊，又犯毛病，就是他不愿意给对手这种压力了，觉得能站住就行了。但你看洛佩斯拿球多轻松啊，一直向前走，没有人、啊。对呀、啊，因为刘彬彬、那个王刚啊，认为站住位置就行。吕鹏也不上去，你说你在那向着干嘛呢？这跟训练一样，瞄着传的呀。这球啊，还不如郭全博没看见。嗯，他不停的有。